掉小伙伴，哎我去，哎你们给我干死了，别我去的，完了，谁借我一下传送术啊，完了我去，我装备掉那儿了，那剑太烂了。豆浆啊，你有没有传送术，快借我一下，我待会还给你，我装备我给捡回来去。不是，我不要那玩意儿，我要术，传送术，我不要这玩意儿，传送术啊，传送术，谁借我一下，快点，快，不是术啊，我马上回来啊，死亡点，哎呦我去的，我真是，哎呦我的妈，小麦是掉了啊，付出了血印的代价。 OK， 死亡浪费你的传什么我看看啊，掉啊，可是他也掉耐久，好，然后那个书我得还回去呗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啊，好，那边有个羊驼，我拿它试一试啊。OK， 过来，掉小麦的话比种小麦还合适啊。过来，揍他，掉吗？掉的30多个还行啊，37个啊，37个，这有个41个啊，40个，掉了仨，还行。咱们有那个洗衣机可以修复它的耐久啊，这样呗。豆浆啊，你搁哪儿呢？我把书还给你啊，我找回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这个是吧？需要点数不够，我看看啊，你搁哪儿呢？好了吗？我输给你啊，你搁哪儿呢？豆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看一下啊，我来了，我得把你拽过来，小菜鸟，到火焰这儿来。OK， 你搁哪儿呢？豆浆在哪儿呢？传我行，我去你那儿吧。给，哎呀，这儿呢，你出来，给，输给你，多谢，我给你点东西，我看看啊，一个，两个，我给你这个，哎，人呢？我给你点谢礼，豆浆啊，你到我这儿来，我给你点东西。